地藏本愿度众生，因果轮回不灭。欢迎收看《地藏经》说因果。伤害一个人，不见得要用刀枪等利器，很多时候从嘴巴里说出的两舌妄语，对众生造成的危害更大，受损的不是色身，而是法身慧命。如果因此让身团失和，让身众间彼此相互猜疑，让佛弟子不再信奉正法，这样的忤逆重罪，日后必堕阿鼻地狱，受无穷苦报，无有出奇。因为破身是和一切众生结恶缘，让众生失去听闻佛法、亲近善知识的机会，也失去光明与智慧，所以罪业深重。佛陀住世在夏威城，宣誓佛法的时，目犍连尊者恰恰运用神通到地界恶鬼道，观察这众生遭受的苦痛。有一回，目犍连尊者见到有一个鬼怪的嘴子被鬼卒硬咬出来，咬到有数里长，然后铺在涂骹。大地马上变成烧甲红红的钢板，鬼怪的字嘛伫顶面被烘甲发出声音。这个鬼怪伊痛甲流目屎，挣脱想要逃走，偏偏伊的左右拢被鬼族牵制掉的，伊想要顶动也无法度动。过无一下啊，尊者又阁看到。有真济小鬼伫这数公里长的喙齿顶面咧行地，经由甲小鬼的脚每踏一步，就会生出一个利器，将伊的齿刮成一块一块的碎肉。目犍连尊者看了真不忍心，伊想要解救这位鬼怪，就立定观察鬼怪的精神到底是犯下什么种的恶业。今仔日才会伫这无间的地界受这种的苦果，结果目犍连尊者发现，伫伊会当观察到的八万劫以来，这个鬼怪伊拢伫地界咧受苦，所以尊者便回到经舍，请佛陀开始。鬼怪伫八万大劫以前，乃至无数劫以前，伊的因缘果报。佛陀说，以前有一个虔心信奉佛法的国家，国内有很多人都皈依三宝，组织僧团向众生宣扬佛法的义趣，尤其是一位精通三宗义理的法师，伊受到国家的重用，为大家宣讲经文，解惑释疑。众人每一次听完法师讲法，拢生出智慧，化解心中的无明烦恼，所以法师的名气也愈来愈大，慕名来的人也愈来愈多，伊收到的衣食供养也愈来愈好。没想到国王有一天外出，拄到另外一位相貌庄严的陀陀僧，伊除了修苦行有成以外，伊共款通达三宗义理，讲法的内容也更加深刻精妙。国王心生欢喜，马上将伊迎回王宫，恭敬供养。其他人知影了后，也前来拜见这位陀陀僧，听经求法。渐渐，大家对伊愈来愈敬仰，愈敬佩。也因此领悟原来那位法师。法师因为无再享有名闻利用，唔那感觉真苦恼，也心生万分加嫉妒。伊兴起了邪见，摕钱去乌西一挂不务正业、爱佚佗的人，爱因四界去做作两邪、妄语、诽谤陀陀僧。这些人照法师所讲，向大家宣扬。陀陀僧实际上，伊是一个外道，奉行的不是佛法，是瞎低瞎算。大家上好是唔通依止伊，
以免得不到利益，也会因为注重外道邪说势力的罪过，遭受的恶报。现代社会学习佛法的人很多，科技的便利也使听经闻法的管道更多元更方便。那为什么说这是末法时代呢？因为邪师说法如恒河沙。什么是邪师？所说之法违背贤圣，所说之法令一切众生生起是非人我，生起贪嗔痴慢，就是邪师说法。佛法要靠僧团来传承，僧团最重要的是和合，僧团能和合，行持六合敬，定能法轮常转。同样的，身为佛弟子，不止在道场里，在家庭、在职场中，也要行六合敬，成就一个安和乐利的社会。这些诽谤偷特性的话，完全都是无依据的。但是对着谣言愈传愈宽，每一个人听到都以为是真的，开始疏离偷特性，不再恭敬伊，也搁嫌恶鄙视伊。偷特性知影了后，不忍心发誓甲遐个不明正法的人，因为伊的缘故继续做恶业，所以伊就选择一个人点点离开。法师听到消息，为伊家己赶走偷特性的鬼计，伊感觉真得意，以为伊会当搁再享受以前的名闻利用。但是伊唔知影，伊伫诽谤偷特性的同时，连带影响到众人对佛法的信心，对信仰佛法产生动摇，无愿意再奉行正法，供养三宝。最后，新团甲佛法伫这个国家渐渐衰微，法师得袂到供养也离开啊。死了后，更加因为犯下诽谤偷特性，迫害新团的恶业，身为在地下受无间痛苦的鬼怪，到今仔日拢不得解脱。目犍连尊者还有在场的信众，听完佛陀的开示，大家拢互相勉励，做一位奉行六合敬的出家众，维持新团和合，才会当让佛法重兴。五无间业中最后一项是出佛身血。所以很多人会认为佛陀已经入涅槃了，我们去哪里伤害佛身、出佛身血呢？其实所谓的出佛身血，放在现今，凡是蓄意破坏佛菩萨的塑像、画像，或撕毁、焚烧经典、毁坏佛塔，乃至一砖一瓦，都是造作恶业，必然要承受恶报。阿潘因为家乡爆发战乱，在一夜之间成为流离失所的难民，他只好四处去流浪讨物件吃。最后有一间寺院的主持怜悯伊，就收留伊，让伊在寺院里做十天，不免再过着居无定所的日子。可是阿潘伊的心术不正，看到寺院里佛像顶面拢打满金箔，有一挂还阁用信徒共用的璎珞珠宝做打扮。伊起了贪念，暗中偷走这珠宝，摕去变卖。也是讲，伊趁暗暝无人看到，伊将佛像顶面的金箔挂落来，再将现场故意制造成遭受贼偷的模样，以免引起别人的怀疑。寺院加强门禁管制，加派人手巡逻，也是无法度阻止恶行。盗贼真清楚掌握寺院内底一举一动，张良犯案，让人怀疑这恶行根本就是内贼所为。再加上有生人发现，阿潘伊的成绩可疑，请请一个人鬼鬼祟祟揢着包袱啊，窜出去寺院，然后嘴笑目笑转来，就认定
阿婆伊就是偷客，是伊财物破坏佛像的贼偷。阿婆当然是未承认，而且敢若用嘴讲的，心中伊若找无证据来证明伊犯案，无办法将伊移送官府查办，只好对伊落最后的通牒，要求伊伫一个月之内搬出去寺院自力更生。阿潘一惊，若是代志予人发现，会被抓去关，所以就答应搬出去。可是伊也未赴找着新的所在，伊就得着一种皮肤病，规身躯生满皮疹，红佮痒，痒甲伊挡袂牢，就爱用物件伫身上刮，将皮疹拢刮了了，刮甲皮肉老血，正勉强会止痒。阿婆就亲像是起笑共款，夹着尖尖的物品，一直伫身躯刮。无几工，就将家己挂甲遍体鳞伤，老血过多死亡。一部记载万物众生生老病死的过程，融合地藏王菩萨的大悲愿和诸佛菩萨的见证。《地藏经》是佛门的孝经，是佛说的遗嘱，是做人处事的教科书，更是学习因果的重要经典。请护持《地藏经说因果》节目制作经费，划拨账号42274784，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。除了五件重罪之外，佛法还提到四种根本罪，其中之一就是侵存所失三宝财物。因为三宝财物的主人是净虚空骗法界的佛法僧罪境广大，一旦犯下偷盗三宝财物的恶业，是永远都还不尽的。当然不只是三宝财物，任何偷盗恶业都不应该犯。所以古德说，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，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。印光大师也曾说，凡有主物不可偷取，偷小上品，偷大招祸，偷人之物折己之福，欲得便宜反吃大亏。偷盗不会使我们富裕，只会毁掉自己的清净心，带来诸多祸患。出家人一向慈悲为怀，寺院内底信众看到阿潘已经往生，就无去计较以前种种的是非混了，也阁打算讲要好好啊安葬阿潘。想袂到即天的下暗，信众大家拢做一个同款的梦。伫梦中，阿潘跪伫涂骹咧哭，伊讲：我愚昧无知，稳重受报，犯下偷窃寺院财物、迫害佛像的滔天大罪。家己以为讲神不知鬼不觉，但是人咧做，天咧看，我的恶行比天公伯啊一一记录在生死簿，造成我往生了后，对了无间地狱，遭受无尽的酷刑惩罚。即马，我只希望恁会当甲我斗相共，可怜我，予我会当赎罪。我偷厝内的珠宝、要财物，拢藏伫我的房间、眠床的地板下骹。恁赶紧去揢出来，帮我拢总幸福佛菩萨，予我破坏的佛像，会当用我私人的物品变卖的钱来修补，减轻我的恶业。阿潘交代完，伫涂骹磕三个头才消失。隔天一透早，新将赶紧来阿潘大过的寮房，敲开眠床下的地板，果然找出来正经失窃的财物。大家按照伊伫梦中的要求，替伊忏悔赎罪。经过三年后，有一天的下暗，新将突然听到空中有人咧讲话的声音。但是一直拢无看到人影，原来是死去阿潘的声音。今仔日阿潘是来向信众讲，
自从伊离世，伫地界受尽各种的苦痛，好佳哉有信众替伊完成心愿，向佛菩萨忏悔，伊才有机会受完苦报，重新投胎。今仔日伊是专工来向大家说道声。阿潘的话讲到这，就传来一阵真歹闻的臭臊味，一直拢未散去。主持名人将这件代志记录落来，警惕大家唔通做作恶劣动作。佛教传入中土后，曾发生过无数次外道谤法、毁佛的法难，而这当中规模最大、最为严重、影响最深远的，莫过于三武一宗法难，也就是北魏太武帝、北周武帝、唐武宗及后周世宗发动的灭佛行动。然而时至今日，法难并未因此结束，还有部分国家不断有憾事发生。接下来带您来了解近代史上的出佛身血、毁佛毁寺的法难。民国初年，方将军是接受西洋教育的知识分子，向来一直相信科学，无相信鬼神。伊认为佛法是怪力乱神，所以已经看不起佛教。再加上伊为着满足野心，想要继续扩充势力，需要真大量的军费，伊就将注意放到佛教的身上。在伊统领的地盘内底，发动大规模的灭佛运动。方将军下令，各地佛寺无论规模大小，一律改成学校，也是图书馆、甲孤儿院。有一挂所在成为娱乐的场所，甚至连境内真有名的大相国寺也被迫改成市场。所有的 BQ、BQ 呢，全部拢赶出境，也那无就是强迫还俗。BQ 竟被掠去将军，寺院内底财产全部没收。是近代史上的灭佛惨案。方将军一家安尼当大妄为，除了本身愚昧无知、不识因果以外，也甲一票帮凶有关系。这个人多半是地方的豪强，依附着方将军鱼肉乡民，大家笑想是因的财产真久，加借着整顿宗教乱象的名义。煽动方将军灭佛毁寺，然后趁这个机会霸占寺院的财产，行为真正恶劣。这种的恶人一定没有什么好报。方将军利用侵吞来的财产，招兵买马，扩充武力，煞吃着败阵。除了安尼，伊生性伤过残忍，伤过冷血。当不当会为着小夸代志天罚属下，所以离心离德，大家一看到伊战败，纷纷离开。伊的威望甲领导的能力，从此失去威信。权力总是轻易腐蚀人心，让人唔肯松手。方将军也是安尼，伊为着谋求东山再起的机会。决定得靠外国的力量接受扶植，没想到伊坐一只前往乌海的渡轮，明明船特别开进港口，煞在这个时阵发生大火，方将军未负得生，吸入伤过济的浓烟，最后活活无气死在船顶，可见善恶有报。灭佛的人不明因果，绝对难得天理，不得善终。佛法僧三宝是佛弟子的皈依处，皈依三宝受持境界，不论出家在家，都能对佛法起正信，依教奉行，滋养善根，令自身离苦得乐，永出轮回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尽心尽力地护持佛法僧三宝，让佛法长存世间，
法轮常转。感谢您的收看，《地藏经说因果》，我们下次再会。